有一个阿伯85岁，他开车80秒，竟然连续四撞。我们在这个现在行车记录器可以看得到，他现在撞到一个清洁工，哪里闪的玻璃都撞裂了，对，连那个玻璃都撞坏了哦。他没有停车下来看，他直接赶快再开，越开越快，越开越快，开到红灯哦。现在红灯前面有一台小货车，再把它撞下去。撞下去，还好，这个是小客的。第二次的，对，85岁阿伯油门阁继续甲吹落去。吹落，小货车吼，甲引一个尔，无安怎，伊怎啊快到红灯了？我都拜都弄诶，绿灯怎啊左转？左转美术东二路的时候，都一个我都拜都甲牵落，牵落了，继续都加速，再继续往前跑，完全都没有停下来哦。然后遇到了小轿车，再撞下去，这个时候才遇到警察把他拦下来。朋友啊。85岁阿伯开车实在真危险，他刚刚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，肇事逃逸这足危险的，这是违规行为哦。是啊，但是呢，咱竟然等即卖法律吼，伊讲我唔知啊，反正我85岁年纪大，也没有判刑，也没有交保，还好，那四个人都算轻伤。哇，你刚刚那个一路撞的过程里面，稍微不小心，那可能就是4条甚至多条的人命哦，所以。在过去哦，我想在过去台湾不是这样子。